第一次听说西红柿红的不是绿桶，绿的是绿桶。看，西红柿红的，绿的才能走绿桶啊！大家都看看啊，宁夏收费站啊，说西红柿不属于绿桶，不让过啊，强调交费，强调交费啊！同志，你这西红柿不能走绿桶啊？为啥不能走绿桶呢？我在其他地方都能走。都是免费的。西红柿红的，绿的才能走绿桶啊。蔬菜嘛，这西红柿都是蔬菜。绿桶的钱加在西红柿上，把西红柿卖高一点不就行了？常人都住高楼大厦，开豪车，都有钱，把西红柿卖高一点不就行了？